那这个钓鱼恐龙一看就是个可以扁的东西，应该要跟它摆出一样的姿势。日落红尘，怎么了？八戒，你怎么用本尊在跑步啊？来到哪里了？僵尸国。灰烬里，哎呦，猪形态怎么这么强？我们就跟着八戒一路跑到了灰烬岭打僵尸。打群架是吧？小猴子出来！阴兵弓箭手。从地狱被土地公招来的力士们，地狱最低阶的民族，他们是来阳间出差的。那这里的土地公又是哪位啊？上一区是不是没有遇见土地公啊？老猪当年总督天河，掌管八万水兵大众，甚是个阴兵鬼卒也敢拦路。若不是靠我神庙，八万水军你今日准交代在这儿了。给叔叔磕个响头，不过分吧。庄内趁现在九月很多不能动。要斗要快啊！哎，僵尸合在一起嘞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吃过一回亏，再无第二回。这等撒煞倒虚之徒，不足为惧。我先过去探个实信，你小子速速跟上。你又自己飞走，是你不能传我这个飞行大法，是不是？又自己上去送头了。这边这死掉的是什么？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啊，好像是妖怪啊。筋斗云呢？我一个小小猴子怎么会有筋斗云？筋斗云是谁的法宝啊？红尘，哎呀，哎呀！阴兵火牛，静乐国。我们现在是来到，为什么这么多阴兵啊？这里干啥呢？这头终于可以做了，哇！妖身脚竟然是刚刚那一关的伪王给的，但我也不想做这个头。我看一下，中毒的时候较大增加攻击力，
感觉可以先扣着。应该不用穿到四件套了，感觉四件套没料，二加二强。九十攻少2%爆率，对手如果处于毒伤状态，恢复效果大大的增强。嗯，少2%爆率哦。多武功吉利。哎呀，我这台本来也就不听什么版权音乐的。毒伤有很好上吗？嗯，蛮容易的，基本上被喷一下就上了。哦，什么东西？犀牛在打架。是来抓他们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塔，大威天龙，牛市长，牛校尉？问号？问号？问号？看来我们是来到牛魔王的地盘啦、啊！几千年过去了，牛魔王还健在吗？王哎、欸，炮火力士，是哪个？哦，好多好多好多！哎，对。老牛在本座被谁收了？被玉面狐狸收了。那玉面狐狸哦，强得很啊。牛，牛宝这一步啊！请问哪一位是 BOSS 呀？是你吗？没有盾牌的。嘿，空拳！你是牛校尉。故事发生在300年前，红孩儿正在南海修行，火焰山一片安宁。点点点点点点。哦，天上的火该不会是红孩儿吧？YT 也不能放音乐啊 ，YT 管得很严 ，YT 是一点音乐都不能有。不过我用的音乐本来就大部分都是 NCS， 所以没什么问题。炮火力士。
跟这个地府定好了吧，怎么会打起来？朋友，就是、原来是朋友。猴头，刚刚与那些阴兵正打杀着，不知为何昏了神。其实我不小心把你朋友打死了。无奈牛魔王麾下先锋，还好未伤你性命。真的，还好我躲得快呀！哈哈哈！好你！你的事我早有耳闻，你要寻的东西，老大王。定然知道，牛魔王也常有一根，是不是？哼！如今山里生了妖孽，不知哪里冒出这些个阴兵。上山的关隘也被几辆棺材车拦住，冒着邪火烧老子。我想你有些溜撒，寻个法把他们都拆了，如何 ？OK， 那给我那个扇子吧。棺材车又叫五行车，是大王的孩儿炼化出来的异物，厉害得很。那车怕不只是阻止我等上山，我还有要造反，是不是？定有蹊跷。眼下老子还得守住山门，这火焰山乱成一团。海尔不是去菩萨那边清修了吗？怎么又回来造反的？过了500年了，哎，不是已经成为菩萨的坐骑了吗？还给他风火轮加火尖枪，再加一个丝绸。哎，火车。他说的就是客栈车。只是说这个战车它的攻击范围相当有限，但它很强。派出我的火焰老鼠与你一战。原来刚才喷火的是他。哎，他完全不怕火哎。喷火跟他怕不怕火应该是两回事啊，那喷火龙也怕火啊。好，帮你解决了。艾斯也怕火啊，对啊，艾斯也怕火啊，他怎么可能完全抵抗？怎么样？帮你把车拆了。牛呢？牛不见了，牛先上去了。牛在那里。
牛啊牛啊！琛琛，哼，如今山里生了妖孽，上山的关隘也被几辆棺材车，我想你有些，我有些法子把他们拆了，我就是用棍子把它拆了，我觉得你也行哎。我也没什么法宝，我就是用棍子一直敲它，就被拆掉了。楼上有路，屋檐上面的路都超级难找，完全不知道哪里可以跳。嘿，弓箭手克星，林俊拿一个，前方有阴兵，鬼子，阴兵僵尸。来这么多阴兵啊！太多种了，人数也太多种了。一般来说，这种公差不是牛头马面出来走一走，这是山里的大王，通报一下就差不多了吗？三太子，三太子好像是红孩儿的弱化版吧。红孩儿会的法宝可多了。我来看看，这边有蝙蝠。嘿，定风珠。哦，追踪这些怪物，直接戳他。嘿，还敢飞啊？哈，还敢飞啊？魔音声蝙蝠。那为什么扭牛家的我也要打？可是牛魔王也无冤无仇啦。红海有什么法宝？三昧真火啊！火尖枪，还有他那个会飞的石头，风火轮，玲珑宝塔，对呀、啊，哦，东西很多啊。他那三昧真火好像，悟空会烫到受不了啊。比太上老君的炉子还烫。对啦，那个叫做魂天岭啦。看一下斩杀点高，连续重棍打出戳棍，可是我想点奇术哎、欸。
我要奇术，踏出阵外也依然有效果。也小梦叔叔81个月。增加气力上限。西游记，哎，拜托大家多看书，多看书，好不好？图书馆都有。哎，不然现在也有很多漫画。这漫画的剧情也都差不多差不多。哎，以前有一本台湾人画的那个唐僧拳头很大的那本，也可以看一下。基本上剧情跟原著是一样。要不然可以去看《醉游记》啦，《醉游记》剧情也是只有做小小的改编而已。烫好烫好烫！泡酒物吧，想要什么？灵台药苗，到现在还没拿到过金色的，嘿，无敌模式。啊，不然大家可以去看 FGO 啊 ，FGO 里面也有唐三藏跟孙悟空啊。也是有讲到这一段剧情的。原作为改编，我烧起来啦！有牛。自爆怪有点麻烦，自爆超级痛。哎，对，这个牛居然直接用撞的，绣花针。新的泡酒物，增加身外身法时毛猴的持续时间，没料。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，二师兄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猪八戒啊 ，FGO 有猪八戒吗？应该西游全部的人都有吗？今天再打一台战车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
师父。还抱着他的孩子，哎呦，这地千锤百炼，啊啊呀，他这样我也不是很想杀他，哎，他根本不想打我。感觉不是什么坏人呢。黄风岭的磐石谷中闯入了一个姑娘，她满身伤痕，遇到了石精的洞府，便躲了进去，打算在那里栖身。石父归来时，见她一副可怜模样，只好容她休息片刻。岂料这姑娘把洞中的三国野味做成了美味的菜肴，她嘴馋就留下来让她做饭，人与妖相处融洽，就这样过了两年。有一次她出门的时候遇到了同村的樵夫，说她常年遭到父母的虐待，因此要把她嫁给一个傻子。翌日中午，村民们都找来了谷中，他的父母因为惧怕妖怪，就在洞府苦苦哀求，姑娘拒不从命。哇，好长的剧情。姑娘怕连累到石精们，悄悄地离开了洞府，结果不小心摔死了。隔天石精们找到他的时候，尸首都已经凉透了。挺好的一个妖怪啊，我就收了你吧。啊，你跳出来打我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刚刚也觉得他不是很想打我，感觉应该是家访。哎呦，增加蝎尾暴击率，还有暴伤。强化之后看看。双爆，但现在没强化能力值，还不够高。那我原本这个也双爆啊，我这个原本是双爆物，三人能力。欸，重点是几乎没有冷却，这个不能一下子就会转好了。哎，火圈圈。快吧，要自爆，要自爆了。好人给的词缀都比较好吗？不知道，不空不净不能。啊，对哦，啊，不空还没打，他还在那边念经。我把它升上去就吸地很快，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。还有不白，对，还有不白，哎，玉兔，很少见哦，这东西。金钟罩。哎，
解决。玉兔这里藏着什么？加味参事丸、剔骨稳宫散。空吧空空空丢的空空空，哎，战车，哎，今天我们就把这战车给解决了。救人！救人！谁需要救？我来了！你坚持，我要跑最快的魔。八打的有长哦，既然来到了这个牛魔王的领地，那该不会是夜叉鸟吧？不在，出公差啊，出公差啊，要主动的去问老板有什么工作要做，人要学会主动一点。刚刚这只又可以收服嘞。请客炼化，黑脸鬼。黑脸鬼什么能力？不净，不能不白。黑脸鬼在哪里啊？蓝色是不是？蛇捕头是用攻击，防御换攻击力。黑脸鬼在哪里啊？哦，练这个青蓝蓝嘞，这个青蓝蓝看起来很好玩。在哪里啊？怎么找不到他啊？能不能按获得顺序啊？可以。增加少许蓄力时棍式的速度。化身黑脸鬼，砸一刀在地上。强很强，哎，临死之前还会偷袭我。战车呢？战车看起来是快要到了。哇！哎呦！哇！这里直接烫烫哦！有人吗？救命！我来救你啦！
变身。哇，梅子报道，好快！哎呀！我只能说不好救，哎，他直接塞在这个路中间，然后在这里喷火。非常卑鄙，这样非常卑鄙。我刚看到左边有一个洞，救人！救人！我来救你了，坚持一下。僵尸，上吧，毛猴们！我想在这里化作一棵大树。有啦，我救到你了，冲啊，开车大队，战车倒下来了，战车怕这火。车子那边的火圈烫都动不了，哎、欸！谁来救救我？我来救你啦！救人！大师傅，救人呐！救人！你是一只狐狸啊！猴哥哥，是你！救我！狐狸精，救我！山中生了变故，只有我逃了出来。不想下山路上又被妖人擒住，在这雕了三日三夜。不知哪师修来的缘法，今生得遇好哥哥，若肯舍大慈悲，救我一家老小，就算点身卖命，也要酬谢大恩。我说的没错，这小娘叫唤起来果然高人。是他们。她是绿面狐狸的女儿，好个冤家上钩！又是什么妖怪呀？现在怎么办？通通烧死！坏如风，徐如灵啊！有这种妖怪啊？日本妖怪啊？双王啊！哎，先打天上飞的。那先打地上滚的。我也是黑火在行。毛收没了他。好巧好巧。莫停莫停。时间不算，你我都得玩完。他在那边好看，是什么动画？放心，我还能平。
先打这大头，这大头直接在那里睡觉了。都要当心啊，我能怎么当心呢？还不快下去打那个会滚的头，不去挨呀，滚到火上了。你给我停下来！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到了啦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这是怎么打？接下来，毛收没了他。好好吃吗？看起来白吃白吃的。收好一个，挡不住我的头。哎呀！他就一直飞，头挂起来。这个家伙就一直给我飞，我一定要把他的那个触角给打断。我知道，旭山直接跳起来敲他的头。要是我拿出定风珠哦，看你还能不能飞啊！我战车那边没点哦。救人！远的要命，王国哎。快到了，我来救你了，小狐狸。有人吗？救命！小狐狸，我快到了。谁来？你猴哥哥整条奈都跑完了。呀！疯子，主人！没身体更自在啊！哎，这里太烫了，这里太烫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我决定等那颗头停下来。好一个，挡不住我的头。
来烧我的毛啦！老鼠出动！这个叫急如火的，结果根本就在这边睡觉。OK， 敲爆一个头了。打棒球。猴哥哥要当心了。地掉下来。哦，他会撞过来啊。来，头硬得很啊！啊！打打打打打打！啊！打！我是铁头功，撞啊撞啊！撞得好啊！也有金钟罩。哎，沉下来了哈！哎，小狐狸，你自己挣脱了。神之好风流啊，比老猪更怜香惜玉。八戒刚刚躲哪去了？妖精，姓甚名谁？老实说来。若有半句变化，叔叔的钉耙可不长眼。哼！好险好险，多谢恩人搭救。我是大力王的女儿，名叫平平。胡差，牛魔王何来女儿？哄骗我老猪讨打。牛魔王有女儿啊？我记得你，我母亲玉面公主。就是被你所杀。母亲死后，我便一直跟着父亲生活。铁扇公主心善，认我做了养女。后来，哥哥从南海学成回来，玉面狐狸原来死了。我们一家团聚，终于过上安宁日子。哥哥一向孝顺，对我也甚是关照。可是不知怎的，不久前他忽然性情大变，他悄悄招了火云洞的旧部过来，先是求了父亲，又困住母亲，我实在没有法子了，才跑出来搬救兵。可的一出山口，就撞见了哥哥的手下。那牛魔王神通无穷，我跟师兄两人才斗他不过。铁扇仙更有灵宝护身，牛魔王有这么强、啊？到了你这女怪嘴里啊，说求就求了。谁能料到自己儿子反目成仇？做父母的，谁又真的狠心对亲生孩子动手？呆子，这小狐狸哄你玩呢。你们看看这里，若不是哥哥的三昧真火，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？不好！父亲性命顷刻急救，请猴哥哥务必助我一家渡此劫难。魔王要全熟了，是不是？火焰山极凶极险，这只脚镣虫儿你却收好，到时自有用处。哎，这声音耳熟的很呐、啊，
老朱，我去探探便知。来不及了，狐狸也跑了。我在前面带路。挺可爱呀、啊。快来。我们明天再来救牛魔王了。嘿。牛魔王应该烤个一天不会熟吧。会熟吗？为什么这两个永远都在 DC 里面呢？哦，啊，啊，啊！你在这干嘛？锻炼呢？我在这干嘛？锻炼呢？不是你。上分啊，要不要上分啊？你要上什么分？既然鲁咪在，那我们就上 R6 吧。呼叫妮子。R6 我还没有五十等呢。没有五十等哦，充等啊，充等啊。啊，好。啊，算了，你们去团练好了，要玩再叫我。让他们团练一下哦，他们那比赛很重要的。武艺锻体，增加蓄力。那、啊、怎么办？啊，现在他们都这样团练，那胜败要找谁玩永劫无间？啊，现在永劫无间缺一啦。喝丹药之后可以增加暴率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吃丹药加暴率。那加多少？原本24%。加完还是24%，没感觉啊。9月1日永劫雅服要比赛了，对啊，永劫就要比赛啦，但他们那边也要比赛啊。转圈圈。现在就是比赛有点多啊。我喝的那是酒。是要丹药啊！啊，要丹药啊！没事，可以重修。那也只有这个有用了，长百草。Apex 不是三个人吗？啊，他们可能两人打三排啊。我丹药都吃完了，啊，明天再来救牛魔王。ER我也来练一下好了。